日女儿，我会保护你。来吧，日女儿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，保持警惕。为什么？我绝对不能抠了，没触发冰川征服啊！谢谢土土怪。全军出击！对呀、啊，为什么没触发冰川征服啊？是抠不会触发吗？只有 E 触发吗？不对呀、啊，我记得抠也触发呀。抠算定身啊？什么？怎么玩上辅助了？那不随着辅助了吗？那咋整啊？那随着辅助了，就只能玩辅助了。你这怎么办？是太阳的抉择。这冰川征服，这不就触发了吗？你给我打，别怕，我的闪现不值钱，没事儿。太阳照常升起。往后点。就在眼前，俺俩别站一条直线儿啊！死！在这里，你跟我的配合呀，真的是一塌糊涂。我会赶紧回家。可以，简直一塌糊涂，没有任何配合可言。不到算，死！一都没干就死了。太垃圾了！我绝对不能倒下。辅助他们确实是折磨人呢。来我这里集合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你瞅人家，你瞅人家，看见没？我们往这儿走，人家就跟没看见一样，就是没看见，就那点补刀，就刀就有这么好补，这兵就必须得往兵后边站，就从来就不可能往兵前面站，就那兵就那么好补，就硬补兵，就是看不见。
黎明就在眼前。你看着我点，我操了，你能玩不你呀？啊！无论刮风还是下雨。给他反个头，定。我杀他！算了，杀不了，我被 Q 了，这也能 Q 着我？我会保护你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吃饭。我感觉就我这辅助现在。过两天单杀飞客应该没啥问题，我觉得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这都被打着。定。来我这里集合。先推线儿吧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，兄弟们，来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，想参与可以参与一下啊。真的，你跟我来这里，你跟我来这儿，你跟我来这儿。他们的阵型将不复存在。我基本上指到对面就要死，就对面的阵容指到就得死。出去吧，你出去吧，这回你出去吧，你这回你出去。守在前线，马上溜。往你脸上穿小黄毛，给你牛的。还有36秒开奖啊，兄弟们，来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刮风还是下雨，太阳照常升起。别动！谢谢美丽会玩日文。谢谢小雨妈咪。没大中中间。保持警惕。谢谢南宁汉的清新果。走吧，一会儿死了，两个人都剩6你就死了，走吧，下面那把了。尽力了，我绝对不能倒下。嗯，又不用你开瑞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来，跑来。走位来，别动。
别给我动手，放大呀！守在前线。不需要闪现呢，狼人可以杀。别打，别动，先跑。紫呀，紫白来。哎呀，这波我的问题，这没紫到。给狼人吧，给狼人，这没紫到，哎呦。这有些人吧，黎明就在眼前，不仅说话傻逼，还刷屏。我会保护你的，你不要去。来。我觉得应该没啥太大问题，有队友。保持警惕，踩打吧。可以，小龙兄弟。这里集合，我会冲破他们的防线。指甲断了，哼，不是我的，我是太阳的抉择。这上路我估计帮一帮的，打不动人都，老母狙肉的要死，帮一帮试试吧。守在前线。帮他打个大啊！咱也不知道为啥非得给人，非得给人锤飞，后边杀狼人。我马上到，你等一会儿，你先别死，你可以不用太追，你可以等我。当然，如果你要能杀，那你就杀。
警惕。走吧，狼人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别动！死！耗点盐晕住，把他挡个大啊！别挡下来，那你杀吧，都喂！死！晕！这银头你拿不着，我没办法啊。开二塔吧，我们家还有个蓝枪吗？我都没见过这人呢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哎，杀完人就开始动了。守在前线。出个反甲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太阳照常升起。没谁有重伤，我们搞个重伤。这有个狼人，黎明就在眼前。我绝对不能倒下。大炮，你退缩了吧？先别着急啊，把狼影给他断了，指一下，先杀狼影。不追了，追不上，回头杀老母鸡吧。一个都打不死吗？打到最后剩一个辅助，死光了，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来我这里集合。战斗吧。玩辅助其实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玩辅助他们是个大傻逼，你知道吧？玩辅助可怕吗？不可怕。我是太阳的抉择。来呀！费劲呢、啊、杀头猪这么费劲，
倒大楼，快点儿的！回头，回头，回头，回头杀！算了吧，他们的阵型将不复存在。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太阳照常升起。女枪喂的很狂啊，那猪也打不死你啊，冲破他们的防线。蓝枪都有轻人，这炮给你打的绝对不能倒下，不能说这杰西没有用吧，只能说毫无作用。保持警惕，有点秀。守在前线，你组装是太阳的抉择，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打了呀。抓人也不能抓得住，抓别人也杀不掉，就打一下子吧。我会保护你。哎，算了，不回去了。嗯，狼人这么狂吗？狂成这个样子吗？我还不能冲，我冲了还挂纸。天啊！我上了没人跟得上啊，小龙吧，把小龙拿了，打小龙，打小龙，打小龙，先把小龙拿了。先把小龙拿了呀，我们家马上四条小龙才可以。绝对不能倒下，可以大龙。哎，感觉大龙有机会。
先把眼儿插了啊，然后队友打大龙。躲一下。夜幕降临。死。定。加减吧。不追了。不追了，回头。享受太阳的荣耀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守在前线。Shut down。走高地吧，别打了，没有虚区，别往上上了。先杀小黄毛子。哎呦我的天，别上了，别上了，让他砸死。可以，保持警惕。猪女皮好厚啊，那不上单给送的吗？多他妈不容易，打个辅助打出赏金来了。哎呦天，还是个日女儿，来中啊。无论刮风还是下雨，太阳照常升起。别动，冲击波，你可真会冲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要单杀我呀。我们可以回家，也可以继续打。我觉得回家吧，我这点血量，泽拉斯摸我一下我就死，我回家得了。我就纳闷，这杰西为什么就能一炮都不中，就玩个游戏？这英雄中一炮很困难吗？别动！我来单杀你，宝贝儿！你打一炮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还得帮他挡技能。我的阵型将不复存在。哇，中了！守在前线。赶紧小龙把视野给他们放好，把蟹收了。你干啥呢？啊，我还得谢谢你呗，你把蟹给让给我了是不？先等一会儿，把这打了。打个眼让他传送吧，你往这里传呗。先杀狼人，然后先打龙，我们先把龙魂拿了。突破他们的防线。
别动！瞧起来漂亮性格。太阳照常升起。我反了。还行，喜欢你可以接受。还灭了，漂亮！中推，死分。先来个骑士之士，再来个锁链的吧。太阳的抉择。哎，其实给他不如给蓝枪啊，蓝枪装备不错呀，蓝枪四件套呢。黎明就在眼前。可以大龙，这头猪咱也不知道要干啥。我指你，你有脾气啊？先把眼儿排了，没好死。挡一下 EZ 啊，紫哟，那有蓝枪，紫掉，别动，他敢回头我们就紫掉，一波，能一波不？没兵线呢，大龙大龙大龙，没线，守在前线，没线。有没有群体的装备？我现在出右装其实没啥太大用了，捡魔抗也没用，保持警惕。冰心儿用处也不大，他们也不靠攻速，我也就只能出个链子，我觉得我也没啥好出的。我一个人怎么打他俩 C 呗？打后排呗我。你别动，死！铲锤时间，刮风斩下，太阳照常升起。鸟盾出不了了，鸟盾是神话装啊。别让他抠了，不行让他抠我，让他抠就没啥意义。一块走呗，我去！哎呀呀，好漂亮！必须要先打倒我。这不给我个 MVP？这都不给我个 MVP 呗，就没爱了，真的，真是没爱了。